奶奶吃饭了。哪有啊？哪有人呢？那不老爸在那儿吗？这做饭呢。一个人，就他一个人，别人呢不吃了。不吃了，对，吃饭。别人不吃了。对。给您做的。啊。你得了，别问我。啊。哎，咱把这个小这豆馅咱给做了吧，趁着这功夫啊。啊，弄那个豆包。哎，对。嗯，过两天我蒸点豆包啊，咱们现在把这豆馅咱给搅一下啊。这个豆子已经泡了一天一宿了，嗯啊，这里边搁了点枣，这豆子里边有红小豆还有赤豆啊。现在把这东西搁到电压力锅里头，枣也放进去啊。对，怎么还有黑的呀？黑的还搁了点黑米，这不用放水了，这就行。它已经不吃水了，现在就是。是不是水少点？不少不少，放一点碱面。这个功能是？它这就是第一是黏糊，第二吧，它这个搁点碱面吧，它好烂糊啊。这个东西呢，也是从老人那儿传过来的。嗯嗯，还是这个不？嗯，行吗？开始，把这红糖拿出来。这红糖包装那么好呢？对。嗯，这是哪的红糖啊？这是那哪的，云南的吧？嗯，牛买的是吧？啊，对对对，云南拿过来的红糖，多好的红糖。豆馅已经敲好了，完了以后呢，放了点红糖，已经弄成这样了啊。红糖已经搁进去了，放一点就红糖就行了，啊，放点红糖就行。下一步呢，咱们就等于做锅，搁点油，咱把这个豆馅儿给它炒一炒。啊，这还有炒这个？哎，对，我记得好像上次那视频里有，应该。啊，炒过是。炒过啊。炒豆馅儿。嗯，当时说是跟那个什么柳泉居。柳泉居的啊。我还是当时不知道，我还以为柳泉居是个人。知道为什么要炒这豆馅儿呢？我给忘了，是为了哎增加颜色黑啊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柳泉居的豆馅儿它黑呢？是就是通过这炒。完了，为什么说这豆馅儿豆沙馅儿呢？一定要给它沙。对，你看刚才我拿那勺给碾的，都给碾碎了。这得炒多长时间呢？就把那油给炒进去就行了。那已经炒的差不多了，现在没有油了吧？看了吧？是，基本上就行了。这水分也蒸发的差不多了，这时候咱就关火了啊，把火关了，搁点桂花。桂花。哎，对，放一点，再来一点，提提味儿，齁了，闻闻这味儿，香呢。碗里边刷了点油啊，嗯，咱装碗里了。密封明天一包就行了。啊，明天还得活发面，哎，这就方便了。嗯，稍微抹一点油，它就不粘了。嗯。啊，你没睡着？我能睡着吗？我这睡着正香呢，你过来，你睡着了吗？吓我一激灵。没得，什么吓你一跳？你问陈杰。问老妈是吗，老妈？老妈，我错了。老妈，奶奶是吗？出来说那啥，没睡着吗？啊，我没睡着。睡得正香呢，他过来，他要喝水，可能没有水。你睡着了吗？反正根本你就没睡着，你那儿睡着了，我看你不像睡着。老妈平时睡觉奶也是吗？问你睡着了吗？是。奶奶。来了。哎呦嗨，你别拿着吃的了，要拿吃的也睡不着了回头。你是越拿着吃的越睡不着麻烦。你看你也没睡呀，就弄这个了。是啊，我没睡。吃吧奶奶。啊，是没睡，你肯定没睡，要睡了不会这么精神。哦。哎，开始和面了，搁点酵母，搁一小袋儿，开点糖，搅匀，
来一鸡蛋。嗯，回鸡蛋。这是那个酸奶。你别泡吧。用温水。奶奶。啊。看电视吗？啊。看电视吗？记仇了，奶奶，奶奶，奶奶，干嘛呢？发面呢？嗯，不给您蒸点豆包吃吗？什么我都吃，只要能吃的我就能吃，我就吃。对，你别给我吃，给我一人。您不是牙口不好，就您没有牙，给您蒸点豆包。我搁上牙也能凑合吃。能吃啊？我也能吃啊，我那不带上个破牙就能吃吗？那给您弄俩蚕豆，您吃得了吗？弄蚕豆怎么吃啊？啊，嚼着吃。你别喂我，你别喂我，喂我我受不了。怎么受不了？您这是特殊待遇啊。别太特殊待遇。您是老干部啊？我老干部用不着那什么待遇。不行，赶明我想办法，我走吧。你去哪儿了？你找不对去啊！你看你这水怎么了？还找着？哎呦，都热着呢！醒一醒，一会儿再揉一揉就行了。好，上边把手套那个油给它抹在面上，结了，保湿。好，发酵，35度，嗯，一小时。再按一下，开始。好 ，OK。看，我也给你老爸这配合呢。嗯啊，是，你老爸的不是你老爸的话了。我给他什么了？以前老说我给你擦屁股呢，我现在给他擦屁股。这不是擦屁股啊，这是帮老爸。我给他增加美感。你爸呢？现在这点活是你露脸的活是吧？不是，那关键时刻是你，我没露脸。就是豆馅是弄一盘放芝麻的，一盘不放芝麻的。妈，给您做着您爱吃的啊！做什么酱啊？这老太太说给你们做点豆酱。别胡说八道，你那沾芝麻了。妈，给您一小口。对，这不，我甜的。您拿手是吧？您那手干净了，我知道。嗯。不能太多了吃啊！就完了，您洗手去啊！洗手去啊！啊啊！行了，吃一口吧，暖和着呢。哎呦！洗手。好吃吗，奶奶？好吃，甜地儿的。是啊，甜，它有玫瑰味儿。还有玫瑰，桂花，对，桂花味儿的。这一小时怎么样啊？发的，哎呦，打开看看，看看。起来了。我看看，嘿，嘿，地道真香啊！听听，看，把这扒开看看。有蜂窝眼了。嗯。排烟器啊，嗯，不错，这面又发了，又给排了烟气，正好准备蒸豆包了。先蒸点包子啊！跟老妈学包子呢，吃包子包子包子。用老爸话说叫什么耗子？妈觉得，哎呦，这是您包的。你看大了看了吗？看了吗？我刚才让你弄小馅，你就不弄，不是说小点馅，看了吗？嗯，这一下左一下右一下左一下右一下左一下右一下，完了就出来以后，它就是褶多，完了好看，完了这也能多大馅。再来一个啊！再看看，再看看，不应该是褶朝上的吗？不朝上，豆花没有褶朝上的啊，没听说。柳泉居的都朝底下。对。我们东北豆包就是朝上的。啊，褶在上面。那不是北京宫廷的。不是肉包子吗？你看老妈，我们这是北京宫廷，急了。不是吗？你这老说你们东北，东北你做一个，你也不做呀。一会儿我包一个褶朝上的，我会包。你别，东北豆包哪儿朝上的？我没真没吃过。有，这叫用老爸话说，这不叫豆包，叫豆沙包是吧？豆沙枣泥包。枣泥豆沙包。对，越弄越有经验。老头儿，嗯，然后一扣，应该好吃啊！一会儿一蒸就行。那么多的料，奶奶饿了。
神呢，寻寻觅觅。干嘛去了？看看。饿了吧？不饿。饿。咱们说得吃什么时候吃。点儿不饿。现在熟了已经。啊，熟了，大家伙一块儿吃饭。啊，知道。别播，这上头盖着呢，怕冷的。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？他就是我，真是你老赖我。赖你赖谁呀？谁也我从来不是不洗手的。你知道我多冤吗？都得洗手。我真冤。你冤什么呀？你老打我。我打你打过吗？别逗了啊。包你，哎，20分钟 ，OK。20分钟行吗？行，20分钟没问题。我就喝点粥吧，包子都不吃了，减肥吧。大家都说我胖了，过节胖了10斤。那你吃点好吃。我倒是等豆沙包了。那好吃吗？不的。行，你尝尝。奶奶问奶奶吧。妈，好吃吗？好吃。能吃几个呀？仨。得了，我顶多吃俩，我吃一个也挺差不多了。你奶奶就认识三。没有，吃一个，再吃半个豆包就行了，反正啊。奶奶吃饺子也吃仨小饺子，其实吃了13个、15个。啊，吃了仨。包你，哎，看看，馒头豆包这都起来了，漂亮。哎，王婷，啊，这豆馅儿还挺大，看。芝麻的，哎，我正好拿一个芝麻的，还有这叫枣泥豆沙，流沙包。对，你这就是没芝麻。不用看，哎，轩轩的，这做起来真的没问题。带甜汁呢，这馅儿啊，嗯，还有桂花的香味，都浓到这包子里了。这桂花味浓吗？还行。你别吃了。老没有，没有豆，没有豆，没有豆是枣泥豆沙。有豆沙，什么豆、不是豆，豆沙，好吃啊，好吃，好吃，成心买的豆沙呀、啊。嗯，哦，那好啊，那所以它好吃。嗯。哪天弄一个纯的那个枣泥的。枣泥的。奶奶吃的吃，把奶奶吃东西还闭眼呢。什么闭眼？你学一下奶奶。闭眼。他没说，没说屁眼儿。哎呦，这咋听？他说的屁眼儿。闭眼，说您闭眼，说您闭眼，您也听错了，屁眼儿。别笑了啊，喘不过气来了。慢慢。还想吃？你成心你干嘛呀？还闹？别招他了。你看。谁呀？招老太太了。谁呀？